微博最近疯传一段影片，一名保健公司老板正在台上演讲，不料讲到一半时突然脚软，撞上了桌角，倒地不起，吓坏了现场所有的人。原来这名男子是保健公司董事长，事发当时正在台上分享养生方法，主题竟然是如何维持健康长寿的秘诀。没想到讲到一半突发心肌梗塞，猝死在讲台上，享年51岁。保健公司发言人已证实影片的真实性。再看一次画面，男子在台上已是脸色发白，转身向后走，双脚重心不稳，倒地身亡。男子20年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，原本做完活动后要住院的，因为医师警告他必须赶快住院安装心脏起搏器，不料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网友表示，传授养生的人自己却无法受用，真是太讽刺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